如果克里泰莫斯他在宫里，你就把他叫出来。你不该这样上别处去喊他，他就在这里。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？你在害怕什么？ 你认不出来了吗？是谁设了这样的陷阱？我是怎么落进这个圈套的？你难道一直都不明白你是在与死人们说话吗？我现在才听懂了你的谜语，我原来是在与俄瑞斯特斯说话。你虽说是个先知，可还是被人们欺骗了这么久。我完了。 请让我说两句话。什么也别让他说，我的弟弟看在天神的面上，一个要死的人，一个完全被自己的罪行毁了的人，这样延长他的生命是毫无益处的。赶快把他处死，把他的尸体丢给那些乌鸦，这才是他应得的下场。让他远远的从我们眼前消失，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我身上诅咒的烙印。快点。 进去，用言辞为自己抗争是毫无意义的。现在是你该为了你的性命而战的时候了。你为什么要我进宫里去？如果是正义的行为，为什么需要黑暗的隐蔽？这里，你就在这里立刻干了吧！用不着你来提建议。你知道你是在哪里杀死我的父亲的吗？你要去的就是那里，你将死在那里。 难道阿特楼斯家族巨石必须立在那里目睹我们所受的灾难吗？目睹以往的如今的以及今后的灾难吗？现在这是你的灾难，关于这点我的预言丝毫不会说错。可惜你的父亲却没这样的本事。你同我讲的话实在是太多了，这是在耽误你上路。快点爬进去。你带路。你走在前面。难道你怕我跑掉吗？我是害怕你选择更加容易的死法，我要让你死得痛苦。 Thank you.
좋아요.